当我们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首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总是扰乱修行人，让他们被迫搬离，我们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侵占别人的住所，逼迫驱逐他们远离家园。从今以后，让我们永不再残忍地迫使他们搬迁。当我们失去自由，被人放逐，或者毫无选择地沦为奴仆的时候，这是戾气之轮的回转。至今以后，我们非但不应该驱逐他人，反而要协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寻找医治的归宿。当我们的农作物频遭旱涝、冰雹、雪伤的损害时、破坏时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总是无法信守诺言。至今以后，让我们延迟一切清净的戒律。我们再三的遭受到旱灾、水灾、冰雹之灾及其他的天然的灾害。或许我们的牛长得很不健壮，我们所播的种子被昆虫吃了，以致我们得不到任何的收成，这是戾气之轮的回转。从前我们不遵守道德，没有信守对有德者许下的诺言，从此刻开始，尽可能清净地维持对三宝的承诺和遵守所持的戒。当我们一贫如洗而又满腹贪欲的时候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首。直到现在，我们吝啬且疏于供养三宝，从今以后，让我们敞开心胸，慷慨布施。这里讲布施了哈，清净的布施呢，我们应该行持清净的布施，供养三宝的这个香就是不能用香精做的呀，或者化学物品啊做出来的香呢，就千万不能拿来烧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就是这果报很严重。给佛菩萨上香啊，用这样的香的话，果报严重。这个讲到布施呢，我们这里也讲一点啊。布施是否增长这个福德资粮呢？关键是看发心和布施的行为，而不是看结果。打比方，你有一块表，你很喜欢，但是呢，你就布施给了另外一位道友啊，你觉得他需要。而那位道友呢，又布施给了另外一位朋友，可能经过了十几二十个人的手，最后一个拿到手表的人呢，不知道最初这个表是你的，又布施到你的手上了。这样转了一圈，经过这么多人的手，这件事看上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好像什么效果都没有达成。但是呢，其实在这个布施的过程中，每个人起心动念都增长了福德资粮。当我们身相丑陋，常遭他人嘲笑轻视的时候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总是塑造不庄严的佛像，不休息安忍，容易暴躁。从今往后，我们要塑造敬仰、瞻仰、礼拜庄严的佛像，待人保持亲切的态度。无论我们如何压抑执着与愤怒，依旧困扰我们的身心时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总是固执地爱己为奸。至今以后，让我们彻底地根除自私自利，
我们压抑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贪欲和贪念，但是没有办法实现，所以会感到压抑。我们愤怒是因为我们的我慢心很强大，自尊心太强，很小的事情就能伤到自尊。阿底峡尊者说过，为了解脱，我放弃了太子般的生活，又经历了许多的苦难，因为积聚了很多的功德，我遇到了神圣的法护上师，他给了我佛法的启蒙，并改变了我的知见。我毫无偏见地细读了所有的教理，发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中，把我爱改为利他是最有效的戒律。当我们的修行不能够有所进展的时候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的内心全然陷入我慢和我爱中。至今以后，让我们回向一切功德，成就他人。无论我们多么用功的修习道次第，乃至修持密教的圆满阶位，我们可能仍无法获得任何的进展，这是因为我们过去时和现在时低劣的发心和强烈的我爱所导致，这是戾气之轮的回转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发起真实的菩提心，所有的善心不存有任何的思念，一切以利益众生为要。当我们极力的行善却无法驯服狂心的时候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展开所谓的修行，修持各种家行和仪轨。从今以后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努力达到解脱的彼岸。我们所修的一切大法对我慢我爱没有丝毫的撼动，反而有所增长。从今往后，要专注于破除我之无明，应一心一意地对治我慢和我爱的习气。师父希望你们看到这样的教言的时候呢，不要无动于衷。很多学佛的人已经变得像老油条一样，听到这些教言的时候无动于衷，像清风吹过耳旁一样，傲慢而麻木，心中充满了自见。当我们行善后却觉得懊恼或疑惑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的意志不坚，动机不良，巴结有钱有势的人。至今以后，让我们能够深信因果，谨慎行事，谨慎交友。当我们付出真挚的友谊，别具野心的人却迂回地用阴谋来诱惑我们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总是狂妄骄慢，至今以后，让我们永不再自大。因为这个狂妄骄慢的人呢，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。当我们的所闻所说都被贪爱和憎恨所染污的时候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总是不去探究烦恼之源。至今以后，让我们明察盘踞在内心深处的我慢和我爱，摒弃竞争和攀比的心理，忏悔嫉妒和羡慕等恶念。出家人如果不好好修解脱道，就是德不配位。想出家的人或者已经出家的人，一定要好好在解脱道上多下功夫，不要懈怠，更加不要攀比和嫉妒。当我们善意待人却得到敌对的回应，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总是以怀疑和恶意揣测
别人的善心和善行。至今以后，让我们谦恭地接受他人的恩惠。善心的道友出于关心的提醒，曾经遭到我们的怨恨；慈悲的老师出于关心的责备，也曾经遭到我们的抵触。现在，我们的善意可能会招来他人的冷眼，不要因为我们的善意未得感恩而气馁，这是戾气之轮的回转，应作如实想。虽然众生皆曾是我们的母亲，但却因为互相不认得而对他们不近人情，所以现在我们遭了报应。从今往后，我们要善待每一位众生，宽恕众生的一切罪恶、鲁莽和愚痴。当灾难如晴天霹雳突袭而来，就如铁匠以自铸的剑自刎一样，我们的苦难是戾气之轮回转到我们身上，恶作还得自受。至今以后，让我们永远小心醒悟，莫造心殃。凡夫的心呢，非常容易受到伤害，特别是女人的心特别敏感，容易受伤害。未经训练的心智，轻易就会被微小的变化所击倒，微小的变化就开始慌张、恐惧、忧恼、怨恨、失眠、承受能力很差，很容易对一些小小的事情产生强烈的执着和情感，这就是心量小、格局小。当修行人遭受冤枉、责骂、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，能够快速的对治、转念而不受困扰。世界上所有的灾害和祸患都源于我慢和我爱的态度，而安乐则降临在宽容和仁慈者的身上。